合久必分。东汉建安十三年，赤壁大战之后，刘备用诸葛亮之计率先夺取了荆州。东吴的孙权十分的不满，这天在南徐的宫殿里，Scheiße，真他妈的 Scheiße！ 赤壁一战，我东吴劳师动众，却被刘备这滚犊子捡了个现成的便宜。他现在站着荆州不肯走了。周瑜啊，你说我们除了能表示遗憾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喂，sorry， 我听说刘备的夫人甘氏生病去世了。刘备啊，现在可是光棍一个呀，那不是我们的机会吗？什么机会？哎，那刘备丧妻必定会再娶，主公，您不是有个妹妹正当妙龄，我们可以派人去荆州说媒，让那刘备来东吴入赘，等到他刘备到了，我们就把他给抓起来，让他拿荆州来换那该死的刘备。一旦他们交割了荆州城池，我们就内租他。挺给力呀。对呀。对你妹呀。哎，是你妹呀。你知道是我妹，还让她去当儿？哎，主公，俗话说，那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那舍不得你妹妹呢，那当然套不住那该死的流氓了。哎，这年头啊，除了地盘，什么哎都是浮云。主公，您是要荆州呢，还是要你妹妹？我也只能这么办了。你马上安排人过江去说媒，还有这事儿万万不可让吴国太知道。哦，这是为何呀？哎，这吴国太尽管不是我的生生之母，但好歹也是我的后妈。我这妹妹可是她的亲生女儿，要是她知道了你这条美人计，我们俩都得玩蛋去。主公有礼，属下遵命。走，我们那边。灯亮，你在上。主公，东吴派媒人前来提亲了，那吴郡主正当妙龄，又是孙权之妹，一旦我们两家结亲，就不用惧怕那曹操了。话虽如此，恐怕这是周瑜夺取荆州的计策，一旦去了，凶多吉少啊。哎，主公放心，那周瑜的计策怎能出乎我的所料，只要我略施小计，保证周瑜他是半筹不展。孙权的妹妹归了主公，荆州也万无一失啊。你有什么主意？我已备下三条计策，但一定要子龙将军陪主公去不可。好，来人，传赵将军。主公，军师。来来来，你陪主公去东吴，我这里有三个锦囊，内有三条妙计，你依次而行，可保主公周全。末将领命。主公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不知道军师给的我是什么计策，不如我拆开第一个锦囊来看看。现在开了。原来如此，果然妙计啊。诸葛亮的第一条计是让人带上礼物去拜见乔国老，把刘备来东吴成亲一事闹得满城皆知。这乔国老又是谁呢？Good ladies, evening and gentlemen， 老夫姓乔。
前些日子在东吴寻了个新工作，岗位是过劳。以前我的岗位呢是新疆的烤羊肉，烤羊肉啊。这年头工作太难寻了，就年压力太大了。你问我今儿干啥来了？我听说有一桩大喜事儿，今儿个特来道个喜，顺便讨一杯喜酒或者面汤喝。哎呀，恭喜国泰，贺喜国泰。哦，有何喜事呀？嗯，你闺女都许配给刘备当夫人了，新郎官都门外头站着呢，吃大的事你咋能瞒着我先？老身不知之事啊，这谁说的？嗯，这还用人说？满城尽穿红内裤，我今个都把红内裤穿来了。你这当丈母娘的你知不道？全城百姓都知道了。哎，春兰秋菊，有这事儿吗？禀国太，确有此事。来人，找孙权来。好姐姐，母亲大人有何事烦恼啊？你就当我已经死了吧。我姐姐临终的时候是怎么吩咐你的？母亲大人有话好好说，表将子嘛。虽说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可是我毕竟是你母亲，有婚事应当告诉我。你要招那刘备为婿，怎么能瞒着我呢？这女儿可是我生的。嗯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哦。这维基解密上都已经登了，你难道瞒得住我吗？哎，就是的，就是的，我早都知道了。昨个晚上我还登录了一下人人网跟开心网，一个娃把你这消息还给分享了。我看见这消息，我今儿个才来讨喜酒喝的。这都是周瑜那滚犊子出的主意。他假借陈清的名义把刘备骗到这里来，让他把荆州还给我。要是他不还，就勒住他。这都是假意，不是真的要嫁妹妹。什么？这该死的周瑜，堂堂六郡八十一州的大都督，想不出像样的一政计策来取荆州，却想借我女儿的名义来施什么美人计？你们倒是动动脑筋啊！要是杀了这刘备，那我女儿岂不成了望门寡？你这样的以后怎么嫁人啊？哎，就是的，就是的。我看就这哈把荆州弄回来也是不行的。国泰，你先坐，你先别动弹，你别着急。我看这事已经治下了，刘备我瓜怂还好也是汉室的宗亲，不如咱就把他找着女婿来，省得出洋相呀。恐怕这刘备太老了。你个瓜怂，你咋直瓜的？你我脑子是被雷打了还是头被门挤了？君主我姑娘可是非天下英雄不嫁，他我择偶标准能是一般吗？至少不得也是二般的嘛。再说了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说是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？你说的这是我妹妹啊，还是凤姐的妹妹啊？你咋这瓜的下？你妹跟她妹都是妹妹，桌子跟板凳她都是木头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说呀，你们就不要再吵了。这样吧，明天约刘备到甘露寺来，我来见见他。这我要是相不中呢，就随你们处置了。如果我相中了呢，我做主，我就将女儿嫁给他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拜拜。来人，叫周瑜。主公。坑爹呢？这是出了什么馊主意啊？如今让我母亲知道了，明天要刘备去甘露寺相亲，这事儿说不定就弄假成真了。主公请息怒，我还有一计，不如明天我们在甘露寺埋伏好刀斧手，如果情况有变，我们就以制备为号，
把那刘备抓起来不就行了吗？好，你这就去安排。嗯。